大家好，我叫梅启生，现在是瑞好中国大中华区家具配件事业部销售经理。我在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，在1990年我加入新加坡瑞好。1995年瑞好公司派我到香港工作，目前是从事大中华区的家具配件销售工作。一方面独自或者是与同事面对客户谈业务，另一方面是支援销售团队把销售工作做好。目前很多中国与世界的大家具厂都是我们瑞好公司的客户。瑞好是一家重视长远发展的公司，对业务和同事都持这种态度。在大中华区这种高度竞争的环境，我们还能够不断的健康发展，这证明瑞好是一家实力和经验很强的国际公司。瑞好是一家很强大的公司。